娱乐圈恋情向来是秀恩爱死得快，这不，随着张馨予和李晨近日在微博上的感言，那则曾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石头恋就此终结。当事人一方李晨日前现身北京首都机场，情绪低落，神情盎然。巧合的是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张馨予发声明称，因无法再承载李晨对他的好与其分手，自己也给不了对方婚姻。张馨予表示，自己的事业是靠努力打拼而来，而非借助跳板。然而，张馨予的这番自白仍未停止公众一边倒的指责。近日更有消息称，和张馨予相恋的这一年，李晨可谓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。二人交往时，李晨曾豪掷500万替女方从原经纪公司赎身，并计划为她成立工作室，可惜甜蜜算盘打得好，最后人却跑了。对此，张馨予在微博上写道，可以不要再编故事了吗？出500万赎身做工作室，又是哪个知情说的了？可以放过我了吗？似乎是对传闻的反驳。当天下午，张馨予方面也回应道，张馨予经济独立，没有500万一说。然而发出微博不久，张馨予便删除了留言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